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牛哥，这里实实在在而且粉丝相看系列。上期视频，我们9000名无限赛罗对战500名闪耀戴拿，输得很惨。那么粉丝就说了，那我们无限赛罗数量涨到10000名，这里是10000名无限赛罗，哇，密密麻麻。这边的闪耀戴拿数量还下降，从500名闪耀戴拿下降到只有100名，哇，就这种数量配比，大家觉得最后谁能赢呢？觉得无限赛罗能赢的，评论区敲一波一；觉得100名闪耀戴拿还能赢的，评论区敲个二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，你能猜对吗？走，好的，战斗已经打响啊，战斗已经打响。无限赛罗躺下的速度依然很快，但是，毕竟我们的闪耀戴拿的数量只有100名呐，100对10000，朋友们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感觉闪耀戴拿也躺下了很多了啊，这个数量配比确实夸张。好，那么闪耀戴拿被无限赛罗反包围了啊，这就很难受了。哇，一个一个躺下，数量越来越少。看来数量还是很重要的，朋友们，这直接全凉了呀！这无限赛罗这10000名还是有点夸张啊，朋友们，是吧？非常夸张，非常夸张，直接结束了比赛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啊！无限赛罗赢了一回，闪耀戴拿也赢了一回，好的啊，都舒服了。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光牛哥帮光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没订阅光牛哥频道的点个订阅哦。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